工艺可以更加进步。那我要谢谢副长也给我这个机会能在这里磨练自己。那我谢谢，谢谢你副长。我希望我的作品可以让更多人感到幸福。我很感谢可以在副长这边学习，希望可以像在副长一样帮助一些弱势妇女，让他们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以及成长的平台。在这边学到第一个专长，我希望退休后可以到孤儿院啊去讲故事啊，做一些手工品给小朋友。我知道，我如果有任何一点比较好的作品或者好的创意，都是来自神给我的。然后我希望，不管我以后是不是能在做这一个我很喜欢很喜欢的工作。